即係代表佢哋自己黨嘅理念會多過代表我哋嘅意願。立法會選舉結束，投票率高達55.6%，候選人嘅心情大起大落，踴躍出嚟投票嘅選民一样百般滋味。178万人出嚟投票，显示香港人强烈嘅民主诉求。票从何来？选民点样取舍呢？素未谋面嘅一班大专同中学生，计划喺选举期间做民意调查，自己定题目，研究选民心理同埋投票行为。嗱，如果 random 即系想分人做票站，大家谂住点分先？阿坡是这个调查的统筹，在投票日做票站调查，他说只能够将人手集中在新界东。上一次开会都谈过，即最大的几区一定有咯。北区就包括了其实上水加粉岭，大埔就是大埔，沙田就沙田，西贡就西贡。 Heidi 是分析选民投票行为那组的组长，他和组员都很渴望可以趁着今次选举落手落脚做自己设计的民意调查。即係適逢有呢一次嘅機會，咁就其實我係當係一個平台，可以做到一啲我好想一路以嚟好想做嘅嘢咁樣咯。平時好多啲好主流意見咧，就淨調查嗰啲，點解即係香港咩政黨嗰啲太普通啦。即係例如大家成日都話香港人啊好中意民主啊，或者中意經濟城市，唔中意政治城市，你點知咧？咁你梗係要去研究去量度下，你梗係要做下有關嘅研究，你先至有證據去講呢樣嘢噶嘛。我哋當然係支持個選舉啦。文志华，专业人士，义务担任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主席。他住在港岛区，今届有6张候选名单。作为中产，他说很难选择。虽然近年各大政党都说关心中产，不过文志华就认为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全面代表他们，亦都不满政党之间只会经常互相争拗。两边都大家斗走极端，仲喺意識形態呢度嚟爭落去，係唔係對我哋最有利呢？大家都係講緊民主，係咪你嘅民主理念同我民主理念其實都係有啲地方係相同嘅？可唔可以求同存異呢？咁大家諗闊少少，得唔得呢？咁真係今年係難決定啲，我到而家都未曾點樣決定得到，仲要睇埋嚟緊呢幾日咧，會唔會有邊啲負面新聞？我唔係睇負面新聞影響緊嗰個被害者，而係影響即係負面新聞其他人點樣，啲競爭對手點樣踩兩腳落去咧？嗰啲我就可能係影響到啦。投票前一個星期，文志華同班街坊一樣仲未決定到投邊一個候選人，唯有咧就寧願選一啲咧中立啲。可以控制到局面啲嘅，都係覺得而家政黨係未做得係好夠嘅，咁即係未係好代表曬我哋嘅意願。文志華最後唯有喺6張名單中，首先剔除最激進嘅候選人。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中產嘅，咁可能即係經濟嘅考慮亦都會有一定嘅考慮嚇。咁但係民主嘅理念又唔可以放過㗎，咁變咗喺中間真係都有啲困難嘅抉擇啦。係啦，就想你哋就可能分散一陣，咁就即係或者一兩個一齊去聽下佢哋。研究選民心態嘅 Heidi 同其他組員嚟到選舉論壇接觸選民，
了解他们的投票行为。反中乱港的。为什么会是 要向中央打，他要去向中央打对抗呢？不听老豆话呢？他讲没错啊，现在贫富悬殊越来越犀利。咁你揾邊個嚟出聲啫？啊，冇人出聲㗎嘛，你唯有呢啲人先可以同佢出聲嘅。大家都知㗎啦。我行去問啦，喂，伯伯點解你支持長毛啊？跟住長毛實幹啊嘛，咁點解實幹咧？咁佢又話長毛，喂，燒棺材話你知。咁即係燒棺材等於實幹，咁我其實有啲 confuse 啊，真係。可能實幹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其他嘢，譬如話會真係肯會企出嚟嘅，喺公眾面前去表達一啲自己嘅訴求咁樣咯。佢哋都好迷茫嘅，即係可能真係為支持嗰個政黨而支持嗰個政黨，即係我覺得唔同嘅 case 都一定會有。組員阿 Migo 今年十八歲，啱啱夠年齡投票。佢觀察咗今屆選舉一段時間。覺得選民取態都好片面，我有時真係唔係好明點解佢哋會咁諗啦。例如我問點解你支持 A 政黨啊？跟住佢哋會話因為佢哋支持 A 政黨嘅政治觀念。但我問佢哋關於經濟啊嗰啲嘅時候咧，佢哋話我都唔係咁清楚 A 政黨啲嘢嘅其他嘅方面講。咁但我又問下啊，問其他選民喎，你知唔知支持 B 政黨啊？跟住佢話啊，我支持 B 政黨嘅可能民生咁樣啦，嗰啲政績咁樣啦，但我又問翻佢咁佢哋嘅政治態度咧，你點睇啊？但佢哋話呢啲都唔係好緊要啊，即係佢哋即係我覺得而家選民睇嘅其實唔係好全面咯。我自己認呢啲係好難講，或者可能到咗月頭投佢棄權票都唔出奇㗎。李直佳係老人權益中心成員。佢一到選舉，啲候選人都向老人家埋手。佢退休前一直參與工會運動，每次選舉佢都揀有工會背景嘅候選人。今次要重新考慮。政府政策冇話為打工仔、為老人家着想，完全冇嘅。而家整整下咧，呢、這個工聯會下嗰啲咧，民建聯下嗰啲咧，個叫個保皇黨，呢、這個民主派嗰啲咧，有啲又係做咗。唔三唔四，又系呢、這个又话呃钱，嗰、那个又话呃房津，呢、這个又呃乜？而家选举都仲烦。呢家唔系通缩咯，通胀咯，又上个月起手咧，样样都贵咗好多啦。太贵燃油啊！今次又李直佳同一班老人家为咗提醒自己唔好盲目投票。想了个保障老人家权益的灰权政纲，帮自己和其他长者在十二个候选人名单之中作出明智的抉择。有没有其他提议？未选那个时候呢，他样样都说得的，样样都应承你的。选到那个时候呢，他一条蛇咁咯。你想找他倾句偈啊，你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我希望我们能够选到你入去呢，我哋老人家嘅要求咧，要你喺立法会提出呢条动议，立法会长者事务委员会睇下佢承诺呢个十大政纲咧，你承担得起，你就我哋就选你啦。阿李生，阿曾，我系李直佳，阿女士你好，阿女士你好。投票前两个星期，呢班长者搞咗个论坛。邀请新界西候选人出席，了解他们对长者的政纲。我们希望老人家到了年长的时候是应该可以自动有半费的医疗优惠的。今天这个机构提供一个灰权的运动，我是绝对支持的。尤其是地区上应该是有个长者议会。测试他班友，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为老人家。很困难。家下咁今日咁开呢个会咧，好似个个心仲三十一钱啊，分两份，十嗰个三十五十六，我家都好动脑筋啊，睇个佢边个得唔得力咯？如果软弱无能，我哋都唔选佢啦。每一届立法会选举，港大民意调查中心都动员大批调查员做票站调查。
在九二的選舉呢，全港是有501個投票站的，大家同學去做的票站調查呢，我們選取了101個。以一棵 Heidi 和一班學生作最後準備，開始他們第一個在立法會選舉做的民意調查。每個半鐘咧就要各每一聲咧就各取 minimum 八份有效嘅，所謂有效嘅咧就即係其實係答曬全部問題，然後每人就做少最少做八個鐘，同埋希望 whole day 咧每份問卷都會收到50至60份左右。係啦，係啦。我哋希望立法會呢邊能夠多啲嚟自基層嘅聲音，社會保障嘅主張穩定和諧建設，其他各種人單咧有民主制度。请你为香港的前途出来投票。总之不会普通投票就发份问卷。我现在在这样兜过去。就这样兜过去。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一班大专同中学生组成的研究队设计问卷做民意调查，研究选民心理和投票行为。宗教自由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侵犯，非常非常同意，不可以侵犯。大企业的利得税应该比薪俸税高，但可以这样份咩問問人有冇干涉香港選舉嗰份咧，先至難問啦。嗰份都難啊！嗰份，你請問你覺唔覺得政黨參加由台獨人士舉辦嘅台獨放射研討會係邀請台獨勢力參與香港政治？我可以試過一份問卷做三個字咯，係啊，咁所以我係根本搣唔到嗰個攤嘅。而家喺度告急，因為我都唔知道我啲票夠唔夠贏，太數咗。我拿走嘢送俾你，有個居民叫我做啊，唔好啊，唔好啊。80多岁的唐姑，老人权益中心的成员，她说今次投票没有以往那么随便，她考虑了好耐才做决定。我投票要中咁啊，我哋投啲票希望佢支持啲市民，支持啲打工仔，即系我自己本人咧就一个一得票啫嘛，希望嗰啲人多啲人帮佢咯，啊。咁我就嗌佢人嚟睇个边个话唔识去咯，我咪带佢去咯。你支持蔡素玉啊？记得投票啊！咩手好？一号，一号，一号。系啊，边只？属于中产阶层嘅文志华，一早同太太去投票。至于投俾边个候选人呢？佢唔想透露。最后嗰个决定咧，到头先咧就冇改到。你话争取民主就差唔多每一组候选人都讲紧同一样嘢噶啦，咁所以我呢个问题我都摆次要噶啦，因为即系你快几年慢几年，我觉得即系可以大家去沟通能够做好啲嘅啫。即系市民可能就系想嗰件事成，而唔系话要你激去做。其实我哋如果系为个后果去做咧。會唔會係平和啲，可能得到嘅後果仲好啲咧？最後我自己嘅取捨就響穩定嗰方面多少少咧。估計你投嗰張票，好候選人會唔會勝出咧？應該機會大嘅，應該機會大嘅嚇。即係如果冇乜特別嘢，應該機會大的。由學生組成嘅研究隊做咗一個上晝嘅民意調查，組長 Heidi 由第二區趕過嚟幫手。佢話為咗調查能夠順利進行。要改變策略。之前就 set 咗，就係每半個鐘要係做到八份問卷嘅。咁但係其實喺好多票站都收到個結果翻嚟，就係話做唔到，似乎都同我哋原本嗰個預計係有少少出入咗咯。咁所以我哋就即時都作出一個調整，咁就將個 quota 就整低少少咯。組員阿 Migo 今年啱啱到投票年齡，佢趁住投票人數未去到高峰，爭取時間盡公民責任投下佢嘅第一票。
行使呢個站嘅時候，佢係興奮咯，我真係睇足曬個 step 點做噶，我驚做錯。其實我覺得係嘅，睇一個候選人咧，真係唔係呢兩個月嗰張宣傳單張咯，係睇佢呢段時間幾年嚟啦嘅一啲嘅政績係點樣咯。政治制度改革方面，呢個唔會受影響。我想同香港嘅市民係致歉啊！過一年咧，我哋民建聯經歷咗好大嘅考驗啊！咁困難嘅時候咧，仍然係投我哋信任嘅一票，所以呢度咧係好感謝市民對我哋嘅支持。今次競選過程中咧，自由黨嘅標榜發揮我哋嘅平衡力量啊，中間大多數啊。咁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喺未來嗰幾年啊，喺議會之中可以扮演到呢個角色。蔡耀昌、何淑，雖然泛民主派喺地區直選得票率高達60%，不過所得嘅議席未如理想，只係得18席。而民主黨喺立法會嘅議席，計埋地區直選同功能組別，亦只有9席，第一大黨嘅位置被親中嘅民建聯取代。而強調走中間路線嘅自由黨喺地區直選第一次贏到2個議席。至於立場同言論偏激嘅候選人，更高票當選。投票取向反映市民心態起咗微妙嘅變化。咁呢個代表住咧，喺社會上面咧，的而且確有啲人咧係比較上係好對現狀係不滿。咁因而咧就想透過咧，即係選場摸入去咧，希望有一個新嘅局面。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香港依一個政局咧，處於一個膠着嘅狀態，前又唔係，後又唔係，左又唔係，右又唔係，咁佢個膠着狀態。咁因而有部分人就覺得，如果咁，倒不如我揾一個唔係咁傳統嘅一個人代表我入去議會，就睇下有冇一個一個突破咁樣。可能從民主發展嘅角度，今次選舉大家都贏曬，因為即係最保守嘅其實都可能都係講2012，係咪？但如果你最唔開心要表達你嘅不滿嘅，亦都有好多個選擇。而選咗之後嘅結果咧，就係將來嘅議會咧，即係嚟緊嘅議會咧，就各色類人都喺度。我投嗰位候選人咧，就都好好彩，佢都得咗啦。咁我都高興嘅。知道自己揀嘅候選人贏咗。文志华高兴之余，亦希望立法会日后有多啲温和同埋理性嘅声音，系能够带到一个好啲嘅睇法，就入去个议事厅嗰度议论，咁咪相对即系政府能够采纳嘅民意就会比较多一啲咯，即系好似唔使话逼到即系好大声讲嗰啲，咁但系都一啲政府就唔去行，咁变咗又好似永远都唔听民意，但系其实有好多民意。未必係去到咁偏激嘅，譬如就係經濟啊嗰方面能夠搞好少少添咧，咁然後我哋有多啲嘅基礎啦，咁啊然後再向民主嗰方面咧就再推進咁。邊個投票啊？唔使講邊個，我當選到嘅，好啦。投票結果塵埃落定，長者心目中嘅候選人雖然勝出，不過佢哋話會定期約見啲議員。監察佢哋有冇落實選舉前承諾過嘅政綱，千祈唔好做一套講一套啊！啊，你事實上樣樣都要做到齊啊！你講我嗰啲説話你要做啊！就算佢幫唔幫到我哋，我哋自己都要做噶嘛，要行動啊嘛，大家團結起嚟。我哋唔做喎，靠入邊嗰啲人自動去。俾我哋，好難咯，睇佢呢幾年點樣做咯。如果佢唔做，佢就得下次冇人投佢噶啦。係啊，四年啫嘛，四年時間咪會拉柴啩。始終我哋拉咗冇辦法啦，話下一代知啊，話緊要話俾下一代知噶。係啦，嗱你冇選邊一個啊？邊一個依家我哋選咗佢啊？依家咁樣啊？係啊，我哋一路唱呢四年都幾死噶佢啊！選舉有咗結果啦。但是178万香港人的抉择仲好值得仔细地研究分析。票站调查那里呢又可以看到是不是每个人的倾向的转变是怎样。但是我们现在是
每個區咁樣嚟睇咯。你可以睇到差唔多成個圖都係綠色嘅，即係泛民主派好大比數咁樣贏咗咯。但係咧，佢就輸咗喺個議席嗰度咯。即係你喺度做民建做前部分嘅時候咧，咁我喺度自己組織去做民意調查嘅呢一班學生。初步的調查結果出了來，那些人肯給反應你的人很多，只問十個是九個人肯答，然後其中兩個追著你來講話，這種情況我真的覺得香港是可能真的選舉方面的成熟度是真的提升緊，還有選民的反應是非常之理性的。有些人呢 很小心考慮每一條問題，完全不會隨便這樣隨便答了你就算了這樣。就算民主一件事其實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樣，但是可能他終極的目標都是一樣，都是會覺得應該是人民當家作主，都是覺得政府應該是由人民去授權的，但可能他是中間的 process 是會有一點不同咯。民智現在是七七八八了，但是將它凝聚成為一種健康的政治實體，就以政黨為軸心嘅，可能幾個咁樣啦，就依然係好初階。議會本身係唔能夠下放一個權力去，即係我意思有政府下放到一個權力去俾立法議會去做佢因應市民選民要求佢做嘅嘢咧。咁呢個制度永遠都唔會成熟嘅啫。每一經歷過一次，每四年嘅選舉一次咧，香港嘅政治嘅成熟度咧係往前係再推一步。咁當然啦，成熟。就正正是我們的社會裏面更加關心我們社群裏面政見，大家不同不要緊，起碼大家都是經過自己的思辨然後出來投票支持自己的候選人，其實我想我們最終我們的制度都會贏的。